你刚才说你再也不会驾船出海了。哦，是的，我是说了。那好吧，再见了。再见。哦，他们走了，驾船出海钓鱼，还不带我。爸爸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或许我会清除房子上的海草吧。可是你们的房子上没有海草可以清除呀。是的，当然没有。我们开我的船去吧。你确定这艘破旧的船足够安全吗，兔爷爷？嘿嘿，它当然安全了，这可是我自己造的。我们不需要那一块，赶紧出发吧。我最喜欢出海钓鱼了。我也喜欢。垂钓旅行你需要带什么东西？钓鱼竿吗？你说错了，应该是野餐篮子才对呀。由你来驾驶这艘船真是太好了，兔爷爷。但我没有在驾驶这艘船，我以为有人在驾驶。天哪，没有人在驾驶这艘船。我们在海上失去了方向。哦，快看哪，兔爷爷的船进水了，我们就要沉了。各位别慌张，我以前还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。是真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最糟糕的。我们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这下被困在荒岛。